这事怎么会落到小师叔头上？不对呀，这个怎么办？少年是谁？这个怎么办？林之行得到的重要消息就是有人赎走了孟怀云的画，这跟凶手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哎，为什么小师妹的画被赎走了，她那么惊讶呀？孟怀云所有的画。 竟都不是自己送来的，那是谁啊？找到了，徐有道、林之行、冯慕远、王进荣。你们画斋失踪了一个女弟子，而她的画作又被你们四人悉数变卖。若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失踪已久的孟怀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不在人世啊？怎么会啊？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全台首播《九霄寒夜暖》，就在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